由 Greenfield Golf 高尔夫球专卖店举办的第21届慈善高尔夫球球赛于上周日在多伦多近郊的 St. Andrews Valley Golf Course 球场举行，吸引了130余位高球好手参赛，共筹得3万元的善款，分别捐赠给加拿大肾脏基金会等3个机构。参与此次高尔夫球慈善活动的有来自多伦多的政府人员，也有各界企业家与商人，还有高尔夫球爱好者。无论球技如何，大家都积极地参与此次活动，为慈善事业尽一份心力。我是 Benson， 今年就是 Greenfield Golf 第21年的慈善高尔夫球比赛。咁我哋嗰個對象咧就係、是、加拿大腎臟基金、多倫多新靈醫院 （Sunnybrook Hospital） 同埋 UHN， 即係等於以前嘅 Toronto Hospital。咁我哋呢個比賽已經做咗21年噶，咁就好多朋友嘅 support， 咁每年都差不多係全滿嘅。咁我哋做嘅時候咧，就希望將個信息帶俾大家，就知道腎臟嗰啲治療啊，咁多啲人可以預防勝於治療。咁就我哋每年都搞嘅，就係咁樣啦。咁我哋過往咁多年咧，就都係好多朋友支持，差不多每年佢會自己自動自覺話：，誒 Benson 啊，你比賽幾時啊？咁佢哋就會打噶啦。咁我哋每年大概籌到2到3萬到啦，每年都係大概係咁樣樣嘅。咁就都我哋叫好穩定啦，係咪？即係我哋又唔係大公司，咁就好多朋友支持，咁一路做到而家咯，就係咁樣樣。我哋揀呢個場嘅關係咧，一路都冇改，因為呢個場咧，亦都對於我哋做嘅嘢都好支持。咁我哋譬如144人打波，打完之後咧，佢就每個人再送多一個 round 嘅 of green fee。OK， 咁同埋好多人支持我哋，因為我哋自己本身係做高爾夫球，咁所以咧，咁我哋抽獎嗰邊嗰啲禮品係會特別多啦，係咪先？所以咧每次嚟嘅咁又做善事，夜晚又包埋食飯，又好多獎品，咁所以大家都好開心咯。其實咧，腎臟基金會咧就最主要咧就係、是、提倡咧，希望咧可以做到個預防嗰層面，因為我係華人咧就屬於咧係高危一族嚟嘅，咁最主要可能我哋嘅生活習慣啦，同埋飲食嘅習慣啦，咁好多時咧亦都係好忙碌嘅，咁即係好顧家，咁變咗咧好多時咧，當個身體有事嘅時候咧，都係比較上咧喺即係診治方面咧係遲咗少少咯，即係相對嚟講。我哋希望咧就係、是、有一啲嘅中文嘅資訊啦，就俾我啲即係及早提醒一啲市民咧，係能夠係關注呢個腎臟嘅健康，早啲咧係即係診斷啦，同埋係早啲係接受治療。咁同埋咧，我哋都有啲嘅教育嘅意義嘅，我哋都有啲病人嘅互助協會。咁咧就如果佢哋需要有啲嘅問題啊嚟到提問嘅時候咧，我哋都有啲義工嚟到解答嘅。你好，大家，我係亞佳情緒 Michael Chiu。咁咧其實咧阿 Benson 呢個 Greenfield 呢個 Charity Golf Tournament 咧，我參加咗好多年噶啦，今年咧已經第4年左右啦。咁我覺得好有意義啦。咁同 Kidney Foundation 嗰邊有啲咁有啲貢獻啦，咁咧就希望搞得成功啦，每一年都成功嘅啦 ，anyway。不過今年我想攞冠軍啫，好開心咧！呢個比賽咧已經今年第21年啦，咁咧好多謝大家咧嚟參加呢個比賽，因為呢個比賽的確係好有意義。打 golf 咧根本就係對人生嘅健康咧又好好。然後咧，大家咧又結識好多好朋友，咁咧再加上咧呢、这個環境咧就是、非常之靚。如果有機會咧，希望你哋大家常常嚟參加啦。我就年年都支持呢、这個golf tournament 嘅，因為我覺得好有意義啦。係籌款係俾醫院嘅，咁所以我年年都支持，多謝。本次活动共为加拿大肾脏基金会等3个机构筹得3万余元的善款。活动结束后，活动主办方在龙城金阁酒楼举行颁奖晚宴，奖励比赛获奖者，并对支持慈善事业的参与者们表示感谢。感谢收看今天的大多故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